服穿什么，走什么风格，为什么觉得你的一切那么眼熟，那口红的颜色跟走路的动作，忙了几个钟头努力的个分身干什么，是要原则，做人要独特，跟旧的路线走，怎么可能会跑在前头，一大些其实我学一步还真没走，之后总有开的是对手， up 抬起头， up 举个手， up 像个属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， up 甩个头， up 扭一扭， hey come everybody 统统被你迷惑，想掉了没有，没有什么对错，只有切记千万别做错，一旦找到自我可以跟着会记得，随波逐流可不会快乐， up 抬起头， up 举个手， up 像个属于你自己的招牌动作， up 甩个头， up 扭一扭， hey come everybody 他人不管会被你掌握，最简单那个动作不会错，没有人和你会相配。